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个命中注定的幸运星，在遇到他那一刻，你会从他眼中闪闪发光的星星认出他来。在那一刻起，你就知道你们注定要在一起，注定要过幸运不断的人生。一开始这还是件好事，当人们初次相遇的时候，总是会直直地盯着彼此的眼睛。然后眼速系统出现了，人们开始不再对看，转而从荧幕上去寻找彼此的幸运星。世界上有61亿人口，如果和每个陌生人在眼速系统上面对眼三秒，每个人每天使用眼速系统8个小时，在此之前就有1/1000的机会可以遇见自己的幸运星。宝贝，妈妈好像要看到自己的幸运星了。如果要说幸运的话，能够在18岁就找到幸运星的我，应该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住哪里？如果我所拥有的资讯不是一个变成墓园的地址，我守在墓园里，等待着有一天有个人会带我找到他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认识狐女女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认识狐女女吗？你认识的女孩吗？认识。真的吗？你可以告诉我她在哪里？你想干嘛？她是我的幸运星，我找她找好久了。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眼球借我用用。我的眼球？哎，不行啊，我女女和我是彼此的幸运星，她一定要看着我眼睛才认出我。那就算，我不能给你啊！你要我眼球做什么？求你帮我找到她好不好？幸运星就是要和幸运星有人在一起。谁说的？恶心、无聊、没创意！我求求你了，只要你不拿我眼球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真的？好，我借，可是会借一颗就好了。你会还我吧？于是我开始替金医师工作。金医师他说，如果他能够成功复制眼球，他就能复制10,000对自己的眼球，让复制眼球每天帮他寻找幸运星。而我，一副眼球就能换取一个关于女女的故事。女女喜欢乒乓花，女女的生肖属蚂蚁，只要是最甜的食物，她都喜欢吃。你有空不会去收集死人眼睛吗？幸运不断的人生。
这是你最喜欢的大布丁哦。你该不会认为这样子对我，我就会告诉你女女在哪里吧？啊？我知道你不会跟我讲啊，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吧。你是不是偷看我的东西？没有，我梦到的。梦到的？你梦到的？我梦到的。你梦到的？等一下，你是说你可以梦到女女的记忆？真的？真的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梦到了什么？你梦里面看到了什么？啊？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幸运星他们可以彼此在梦里面能够分享彼此的记忆。哈。果然没错。Michael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也是梦到的。如果你可以把我另外一颗眼球还我，说不定我可以梦到更多你要的资讯啊。想都别想。好了，完美，睡觉。好。不，眼睛睁开睡，你闭上我侦测什么呢？好，来专注睡，快睡，睡觉专注啊、哦。如果要说幸运的话，能够在十八岁那年就知道幸运星女孩名字的我，大石头都掉下来，真的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结婚了，女女要结婚了。哎，我还是不去好了，你去。你不要开玩笑了，她在结婚典礼上见到爸爸会很开心的。走啦。这什么？她结什么婚？你是去抢婚的哎？啊？她跟谁结？她这结婚她也是跟你结啊？跟我结，你答应让他跟我结婚了。好，那你那边等我哦，我去把他带回来。记得要把我和他的家打扫干净哦。我你看。红女女，我是你的幸运星，我来接你了。我就说吧，红女女，你这个扫把星。你干嘛啦？爸爸跟我说这样才会比较快。你弄一下哦。哎，好了，可以放我下去喽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哎，女女，胡女女。阿姨你好。啊，阿南。你要出门啊？哦，对啊。我跟胡星星他爸又抽中一间别墅，全家要去餐厅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哦，好幸运哦。那啊，女女在家吗？啊？我不知道她在不在。
还是你自己到里面去看看他在不在好了。那待会儿要走的话，帮阿姨把门带上啊。哦，好。女女，女女，丑八怪。哎，丑真的不是你的。你干嘛啦？拿东西让我塞啊！哦，你真的很好笑哎，你到底在干嘛啦？我在洗衣服啊。你很邋遢哎，你干嘛跟衣服一起洗澡？哪会啊？美乐，你这件内衣有没有十年了？所以我才洗它们啊。哇，那你这样是人体洗衣机耶。这样子比较像涡轮吧。我觉得比较像脏衣服哎。你刚刚真的在哭哦？他们真的很幸运哎。我今天留下来跟你一起住，然后我们一起看谁是幸运星的重播，好不好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美貌遭我婆给嫉妒，被诅咒困在这个洗衣机里面，要生生世世的让我婆婆婆女儿洗脏内衣。我的王子啊，你终于来救我！什么了？会不会想知道你的幸运星在哪？就算不要在一起也没关系，看一眼就好了。你该不会想要给我去买眼球侦测系统吧？警告你哦，你敢去买，我抵制你到底。可是，你不会好奇跟你百分之百的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？百分之百吻合的人。欸，搞不好是一个男的，搞不好是一个长得超级无敌丑的丑八怪，搞不好是一个咳不停的老太婆。这你还想见到他吗？想啊，看一眼就好了。你没救。问你哦，你觉得你干嘛憋气呀？没有啊。哎，再问你，你觉得哪三个名词会让你感到幸福啊？臭豆腐、床，还有幸运星。那你呢？布丁。乒乓花，还有一个永远不会离开我的人。过来。啊？哎呀。你干嘛啊？哎，我们现在的呼吸和心跳频率都一样哎，好像是同一个人。还有找不到了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哎，我们结婚吧！我们结婚吧！不行啦！我们结婚啦！不行！我们结婚吧！胡妮妮。我是你的幸运星，我来接你了。不行啦！哎，我们都会找到属于我们彼此的幸运星啊。
叫啦。太生气耶。不然我讲一个有关糖果树的故事给你听好。我不要听。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叫女女的女孩，她睡觉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她的房间长了一个好大的糖果树，那个树上面长满了全世界人的眼睛的棒棒糖，然后她一眼就认出她爸爸眼睛的棒棒糖，然后她就把它吃下去，结果她爸爸就出现了，然后她又认出她妈妈眼睛棒棒糖的糖果，她也把它吃下去，结果她妈妈也出现了，然后她就看看看看看，就看到了一个妈妈眼睛棒棒糖的糖果，她就把它吃下去了，结果全世界她爱的人就再也没有离开她了。就不爱上他了。我很平凡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一生只有你。但是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，我连你都不要了。我要去找我的幸运星。你爱上别人吗？对啊。女女，我们说再见吧。我不要。我不要，阿朗说我不要，这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离开我，就是不行。再见。也许这种道别方式，很适合我们。过这种感觉，在事情发生的前一秒，你猛然感觉到，啊，就是下一刻了，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，而我将永远跟此刻自己告别。你在干嘛？你眼睛肿起来了，这样好比较快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跟我说的。在梦里，来，布丁、乒乓花，一个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人。
来自天堂，一个没有固定的世界，开满了乒乓花。你赤脚我不穿外套，你摸不到眼泪我摸不到头发，从今而后我们长久我找不到像到了哦，找不到像 station。吹风棍。啊！不要哭嘛！我没有哭啊。小心台阶啊！你应该对这里都没有印象了吧？三月，有了一诺和我的眼球后，爸爸的复制眼球实验进展得更顺利了。女女全心投入复制眼球的实验，她一天可以看上百双眼睛，我们却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有对看了。12月，世界上第一颗复制眼球诞生，幸运星的光芒可以被无限复制。幸运星保佑，我
们成功了，成功了。隔年，爸爸成立了幸运星眼球公司，越来越多的客人上门要求制作自己的复制眼球，让复制眼球每天帮自己找幸运星。每个人都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遇见自己的幸运星，然后永远幸福快乐。女女，你眼睛，不要走。太少，你刚刚有点幸福快乐的日子哦。从下午很乖，跟别人道别。很快的，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运星，然后过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我会在一开始就先遇到你，在来不及遇到别人之前就先遇到你，然后我们会过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就跟大家都一样。你怎么听不懂？不要走，我们说再见吧。再见。叫什么名字？你住哪里？直觉来自上帝，你来自天堂。一个没有固定的世界，开满了乒乓慌。你赤脚，我不穿外套，你摸不到眼泪，我摸不到头发。从今而后，我们将就我。